小学生当场开撩，台北市长蒋万安当孩子王，驾轻就熟，但要南机场整宅都更，可就要再多花心力。34人，当时做安置在旅馆的都已经全数返家，那另外29人依亲就住在亲友家的陆陆续续返家。列为黄单，并不是说不用修缮，而是持续列管，而且必须要进行修缮。住户陆续返家，但南机场整宅在震后严重受损，就算已经补强，住的也不心安。北市府9号晚间7点将召开都更说明会，盼跟住户再沟通，并祭出诱因。去年10月我们推出的房贷都更还有整宅专案，其实容积已经到2倍。那未来只要经过都市更新委员会审议通过，不受法定容积2倍上限的限制，专案审查都可以用容积奖励来提高住户的意愿。台北市的平均屋龄37.6年，其中超过30年以上的房子就占72%，在六都来说屋龄最老。蒋万安宣布进入大都更时代，除了提高容积奖励、培训防灾士，并建立社区防灾体系，更要结合议员、里长，让大家了解都更政策。另外，台北市202所学校也有灾损。在5月底前，针对不影响结构以及耐震系数强度的部分，我们能够全部完成修缮。那至于经费的部分，当然出估3400万。向中央申请补助不够的，北市府出钱。花莲强震震出台北老屋危机，住的安全成为蒋万安的当务之急。TVBS 新闻刘俊平台北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